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佩莉。今天呢，我要带你们来看 PNG 2015年春夏的流行美妆趋势。走。活动主要在北京751时尚设计广场，除了有全球媒体之外，还有代言人蔡依林、高圆圆、杨幂等大明星都盛装出席哦。在2015的春夏造型趋势 ，PNG 推出了四种系列。第一种神游天外，妆容部分着重于慕斯质地的底妆，搭配街头色系鲜艳的眼影以及柑橘色调的裸唇，利用柔和色系强调浪漫与轻盈的自由感。第二款沼泽魅惑，底妆强调自然乳霜状质感的健康小麦肤色，眼影搭配饱和的深海色，发型部分强调波浪感及施法风格。第三款波普迷情，底妆强调天鹅绒质地的粉底，眼影使用夸张多彩的混合，搭配刻意挑染的发型，呈现缤纷的编法或是数码喷彩的冲突感。第四款启示之光，底妆强调白皙亮泽感的轻盈质地，妆容部分强调漂白眉毛，发型以透明感色调为主，彻底展现纯净极简的闪耀感。这场趋势发表秀主要是由几位国际大师所主导。首先介绍欧蕾彩妆品牌大使 Bruce， 他是好莱坞巨星级的美妆大师，合作过的知名人士有汤姆克鲁斯、安海瑟薇等，甚至连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妆容也是他负责的哦。接着是潘婷品牌大使 Danilo， 他是全球顶级美发大师，曾担任 Lady Gaga 多部 MV 的御用发型师。更酷的是，他还帮迪士尼动画电影《冰雪奇缘》女主角 Elsa 设计发型。除了和国际大师的访谈之外呢，佩莉这次也参加了 PNG 2015年的新品发表会。在肌肤保养的部分呢， Olay 推出的是新生青春起肌组，它呢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肌肤老化的问题，解决我们多余的表情纹。在发型的部分呢，蓬松有光泽感的秀发呢就是一个保养的重点了。像大师也说啦，你有好的发质之后呢，对于事后的造型都是一个大加分。然后呢，这次潘婷她新推出的是如意的洗护系列的洗发润发，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噔噔，这个呢是三分钟就可以帮你轻松护发了，自己在家也可以轻易的 DIY， 就是针对一些受损啊、分叉、啊、干燥的头发都能得到修护哦。在造型前呢，沙宣也推出了一款 CC Cream，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头发做好打底，然后呢，它可以让头发更蓬松、更有光泽感，整个呢不干燥之外，它可以减少就是热风吹整的时候对我们头发的伤害。使用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哦。首先挤出适量的 CC Cream， 接着搓揉后从发根均匀涂抹到发尾，然后随意拨动，营造轻盈自然的感觉。头发就变得很有光泽感喽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掌握住重点之后呢，会发现美丽其实可以很简单哦。最后祝大家呢，就是越来越漂亮，越来越年轻。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